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国战大放送，看一下第一盘啊，这个玩沙香香，那么应该指的就是甘宁香香，因为甘宁跟那个香香配合用黑装备，可以把全场都拆空的嘛，等于说是你没有牌，那你不就是玩沙了吗？实际上香香这个武将在国战里面真的是非常强势的啊，和香香搭的个个都是 boss 的啊，陆香香，对吧？黄盖香香，甘宁香香，孙权孙尚香。再加一个大乔香香，我这数出来，你说放在全国里面哪一个不是顶级的？所以说那个真的不愧是我们那个江东的万人迷的，我们的江东郡主，哎，这个他吧，他这个哦是 Wave， 我猜到了，不然敢这么嚣张呢，肯定是的啊。那么我们这家开局的时候没有那个装备，我们先把那个哎这下还可以啊，他牌用空了，然后。这个地方不要杀了，因为有一张关键的远交进攻的嘛，而且魏国这么开头亮出来的话，应该能把嘲讽拉过去的啊。那么我自己现在也是在那个不断在学习当中，你基本上大家看到我直播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以玩国战为主的嘛，然后也看素材，我也希望自己尽快能够从国战菜鸟的这个环境里面尽快成长起来啊，就至少不成为一个菜鸟，也变成一个肉鸟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有的人是那个无肉不欢的，菜鸟过去吃都不愿意吃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一下的话，这个我们的队友徐盛丁，好，取烽火绝掌正在今日，可以啊。反正主嘲讽在那边打死之后，接下来就算打我们吴国，我们这个能力也不怕的啊，你不要小看我们。这个我们待会只要这个远交进攻，只要能过牌，那现在其实就怕外面有无懈的啊。哎呀，原来这个 boss 在这里呢。这边没正面一个 boss， 其实我倒是希望啊，全场都刮了，然后我们和这个 boss 单挑啊，这个真正的神仙打架的啊。玩沙香香对大月亮，哎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就是说胜率如何的哦。这个我希望大家能跟我讨论一下，就你们觉得如果玩沙香香就是状态差不多的情况下和着大月亮打，因为毕竟这个也是绝对意义上的蜀汉的这个王牌了嘛。啊，那不啰嗦了啊。那这一把只要我们一出来，我们有这个马上动的这个优势，那就不一样了啊！你看这个过牌量得多大，那这个顺手牵羊直接来了，让你们展示一下我们这个玩沙香香的能力啊！因为之前的视频里面做那个老汉推车吧，包括陆香香做的多了，这个玩沙香香在我们的视频里面倒不是很多，我们进来看一下啊。好，一个牌拿过来啊。然后先把他打死，打死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用了嘛。好，就没用的啊，你以为你这个坨子你这个好杀，因为这个这些黑牌的话，那个当然你要拆坨子也可以啊，拆坨子也可以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坨子居然用两张红牌来杀他，但是你想收人头痴心妄想，我不会给你的，坨子还不如把他牌给我们还能再那个续一下的啊，结果这个连续的机会都不会给你了。好，那么哦，原来这个那也不怕了啊，直接来了，留一张牌在手上。你这个黄云这个诸葛亮对吧？又没有那个庞统，所以说根本挡不住我们的，直接来啊，继续放。那么这一波这个香香甘宁这个爆发是非常非常恐怖的，后面还有这个小乔在，对吧？这个我们的老哥也可以帮我们一下，然后继续啊，继续来。你看他这个配合是行云流水一样的啊，我们那个蜀军杀过去，然后这样打过去，对吧？这一把吴国把对方虐得溃不成军的，只不过可能对面就这么一个比较强的，那魏国的核心没有怎么来，如果能再加几个打掉几个魏国的核心，那可能这个更加带感一点了啊。好，看一下第二盘啊，这个野太子收全场，这个又给野了吗？这怎么野法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其实也不错，因为曹丕毕竟行商收的牌以装备为多嘛，你有装备的话可以砸出去，或者说自己可以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的嘛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哟，开两倍数啊，开快一点。那么还有我们的父王出来了，父王是不是要开一个 A， 然后我们把那些这个父王没有动，这一下这个好，万箭齐发，赶快抓紧时间。那么我来看一下，就这一下真的是没办法，真轮不到我们的，轮不到我们，结果这一盘居然把他们翻了，我觉得也是够牛掰的。这个我来看一下啊，
其实这个时候魏国的优势已经很大了，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这么不吃不能开 A 的话，不一定是什么明智的选择，因为后面有曹丕的嘛，如果要换一下的话你开 A 可以，这个上有曹丕，一旦把你们翻过来，这形势可能就不一样的啊。好，那这段我们肯定翻人的，我们肯定翻人。那么这个地方为了要过牌，为了要不择手段，其实多少次因为打这个曹丕把局势打崩，这个不单单是在实战里面，在我视频里面都出现很多次了啊。那李典一定要连上我们，一定要强推我们，那就不管了，你一定要打我们就打我们了。好，你看这个地方为了要把我们打死，那就拼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没事的，还要截断这个铁锁的，想救一下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救，你看这个，因为现在以这个情况下，别人肯定会救的嘛。好，翻一下，就是这一波伤害，而且你还真你如果打死了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收牌，所以这个还不一样啊。你看现在这一波，虽然说你魏国打出这种大范围的伤害，但是你把我们也养肥了，而且郭嘉这又翻了过来。而且你看这个时候别人肯定打你魏国的嘛，所以说这个现在回想着战争是不是有失误，对吧？那你这个你毕竟你推曹丕，你就要承担这个风险的，这个跟严格言论跟运气没有什么关系的，你既然推曹丕你就要考虑到风险，你推曹丕的风险远比推郭嘉要大的啊。你对郭嘉做只是卖点牌而已，但是你推郭嘉你这个是那个你动都动不了的。好，而且你看貂蝉这么打这一波，这些人不一定有桃子了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出来啊，那就不一样喽。这一下的话杀，你看这个他劈一下，这个时候就是借这个他之手把打掉，关键是打掉魏国之后我们可以拿牌的，那就不一样。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卸磨杀驴了，直接卸磨杀驴了，关键这张好牌也在我们这里了，而且我们这边又有足够这个。好，无懈可击。其实这个万箭开的有点，我觉得万箭开的不是很好啊。那整盘打的这万箭打的有点冒险，为什么？我只看到你有一个桃子，他万一有把你劈了怎么办呢？你说对不对？前面这些发现这么正确，最后这一下你还不如把这全场收掉，或者说你手上保证有两个桃子的情况下，你再这样子的吗？好，那么也是一盘非常也算是经典宴的反面教材了，强推曹丕，最终大魏灰飞烟灭了，大魏没有死在别人的手上，死在自己人手上了。那当然这个也是霸业的继承者咯。我看一下啊，曹操、许褚、李典、夏侯渊，然后这个郭嘉、甄姬，然后这个邓艾，哦，邓艾是我们的晚辈了啊。那我不然我想说的是，这些人都应该是曹丕的前辈，那么他们的霸业就由我们来承继了啊。好，那么这要不说说了，你这样必死了肯定啊。那这么多这个对吧，你是甄姬家估计都不一定保得住你的命了啊。好好，那么还是在坚持在抵抗的，为他这种精神点赞啊，但是这个你真的顶不住的啊。好，也是啊，抓住时机啊，虽然那个我们野了，但是我们依然是把这盘给拿下来了。举杯邀饮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这个人生的大起大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选了什么。这一盘的话是我选群雄啊，因为毕竟那个蜀国的户口本不是很值钱的嘛，现在你要我选蜀国，只可能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选黄元英了啊，因为我有黄元英那个花好月圆的动态的嘛，除此之外你真没有什么理由逼着我选蜀国的，除非是真的是没得可选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这个好给过去，看来是要强行。哎，这个刘备和这个蒋琬飞也很强悍哦。哎呀，这二张的话，所以说人生真的是起起伏伏啊。这一把如果不是个大乔，恐怕这个他死透了，而且关键在这又是自己人。你说这个张飞他得多郁闷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，人生就是这样啊。那你这现在就没法推了哦，你除非有挂的刀出来，你推一个假举去，这没办法。关键是在于你不仅打不能那个，你打他那个琉璃，这个也是自己人的，这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可惜了蜀国这么好的组合了。其实如果他们就不是这个大乔的话，蜀国把他强行推掉，然后推掉之后的话，小月亮的动一下，那可能还不一样。我说不定他们有这个联动能力，能把场子清掉。但这个生活里面没有如果。那既然到这份上了，你就那个，我们不管啊，我们这个量我们看戏啊。因为毕竟虽然说蜀国那个没有苗场，但是蜀国这些将都不弱的嘛。
而且你看这个现在吴国也乐呀，他这也很正常的，国家这么多牌，这魏国爆发分分钟的事情啊。好，那么以逸待劳这种牌对于孔融是神牌，对于这个蒋琬飞也不错啊，反正可以过牌的嘛。国库盈余可助军威，那么我们这个地方、哦、没有动啊，没有动，可以啊，没有动，就这样啊，无懈可击。看一下无懈可击，那么这张肯定是以魏国作为那个主攻点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丢一堆牌，他因为现在场上啊可能只有一个这个吴的，那么最怕的就是大乔二张有队友，那配合很厉害，如果你没有队友，你单独一个人你捡那堆牌也没什么大用的啊。所以说那个有队友跟没队友这个二张的强度是绝对不一样的，那你捡一堆牌如果有个香香这种，那你贴一下，那这个就是很恐怖了。那你要没有的话，你捡你自己捡一堆装备有什么用呢？你自己又不能给自己直接。好，看一下这一波啊，不过没事啊，我们大把杀的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不要犯我一样的错误的，这出这个杀嘛，你这个火杀留着嘛。虽然说国战里面那个这些小的细节，这个大家也可以就是说也不用太吹毛求疵，但毕竟有的时候实战里面可能一个细节能决定胜负的，我自己就是深有体会的。我现在至今我都想起来我自己直接输的一盘，太可惜了，是小乔和黄盖的嘛，我就是因为自己打牌没打牌那个没有注意一下牌序。关键在于我丧失了一个用花好月圆击杀别人的效果的，不扯了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的话直接怼他，那肯定的啊，你这郭嘉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嘛。好，那么你别说，这蜀国这个爆发还是很给力的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他到底也是 boss 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面的话吃一个桃子。那么贾诩这个时候要出点手了吧，贾诩这个时候看一下啊，好，这地方，哎呦，因为我们亮了何太后，所以说这主将也不用猜了啊，当然他可能刚才无懈他可能也是怕恐龙吧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借刀杀人，这个张没有拿过来过河拆桥。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火烧一下，杀一刀。这个地方因为有这个守城在是非常讨厌的啊，这有的时候别人揍一张牌的话，你要扒的话确实要受到很大的限制。那我们周五更里面都被那个蒋琬飞一给他限制了。好，那么看一下，其实蜀国这一波这个输出还是很勾的，输出很勾的，看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应该不是就不是蜀了，大家数到底是出来了吗？那么看着再爆一波啊，无中生有，那么顺手牵羊，哎呦，这就没办法了，杀。这一下拆的有点多余的，这个地方你有什么好拆的呢？你那个你他有加一马又流离不了，那张飞也是醉了啊。好，那这样我们自己收人头了，不能人头给他的。我们收了人头之后，这个七乱三张加上这一张四张牌的，好，死毒。那么现在就是正面上意义上来和这个蜀国对刚了，蜀国正面，其实那个好，这个地方杀一刀，哎呦，伤，看他是什么，那么哎呦，是我们自己人的，不过也没有关系了，这一把即便打到现在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两个群对正对面的三个蜀，我们毕竟是群雄的嘛，他蜀国的话能爆的基本也爆掉了啊。好，过河拆桥，嘿，还真是恐龙哎。好，再补一下来，啥？那么这地方的话，给牌给过来 ，OK。那么这段直接来啊，杀！我等杀佛。那么这个地方即便打不死，我们也可以刺毒刺死的啊。所以说到后期的时候，这个有这个吕布在，这个输出也绝对够的，给你一口啊，不怕你，我们有的是闪的，有的是闪，那毒都能把你们这个毒死。好，所以说蜀国这把其实也有点郁闷啊，他位置做的确实太差了，没用的啊，我们大把闪的。好，那么张飞的人头我们也是提前预定了啊，提前预定了。好，那么小月亮的话，如果开局那边爆发大，如果你这个这么想原地起爆的能力明显不如那个大月亮的，因为大月亮可以关心的嘛。好，那这一下应该差不多了吧，这盘吧。两仪生四
将。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一下的话直接啊一代劳一下，可以一代劳，反正那个给给白给过来嘛。好，借刀杀人，然后铁锁连环一下，对，直接杀了啊，直接杀了，直接杀，对。那么这一下的话，南蛮入侵，看一下，哎呦，还有个桃子。那么这个地方，不过牌也很多了，然后直接刺了啊，直接刺毒。这个小月亮能力还真是不用不用毋庸置疑，这都没死啊。好，决斗一下，我们看一下啊，你看，看这个真的是很坚挺的，也坚挺到了最后，但结果还是没有顶住啊。最终这把也是，因为他这个被杀了嘛，所以说他靠我们两个群雄把他们打掉了。